管家上来怎么样了，世子？啊，你住手！不得对雪晨一无礼。苏烟，不行，把他给我。你不用紧张。金宝，那个神医医术了得，但是性情非常古怪，他不敢留下顾小宝诊治。但是呢，只要你愿意留下来服侍他，神医就答应留下来。想来你一直跟着你家少爷，老天爷因此给了你报答他的机会。你愿不愿意为了你家少爷的性命去服侍他？我愿意。我家少爷待我恩重如山，我愿意为了我家少爷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那个神医有些癖好，你要一一守着，千万不能得罪他。放心吧，世子，我从小除了习武之外，最后的就是伺候人了。我保证给他伺候的服服帖帖，让他安安心心为我家少爷治病。